朋友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代给你，每完成一个任务就可以帮黑队加钱。我们有两位好朋友会来到现场，第一天的欢迎我们好朋友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代给你，每完成一个任务就可以帮黑队加钱。什么画面？他们不熟悉我没关系，但我非常的熟悉他们每一个。干嘛？要盖房子了吧？盖房子，真的盖房子哎！看你的眼泪悄悄划过，当你放开了手离开的时候，有没有一点舍不得我？他真的，我真的会耶，我要哭了，我要哭。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唱歌的女孩，但是我真的是因为意外，踏进了表演这个领域。我要非常非常谢谢我们与恶的距离这部戏，我要谢谢我的家人，我的爸爸妈妈今天有来，非常谢谢他们。然后谢谢超级星光大道让我成为一个表演者。史上最意想不到的，我的歌迷，我先导唱，你开导唱可以吧？可以啊，好，可以啊。他很期待，他的眼神明明就，他眼神明明就很期待，好吗？星空在闪烁，像你的眼泪悄悄划过，当你放开了手离开的时候，有没有一点舍不得我？他真的，我真的会耶。我要哭了，我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